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：结婚周年那天，丈夫白月光归来，发妻密诏，还威胁我离婚。我不同意，却惨遭蹂躏，被毁去容貌，扔在烂尾楼。捡回一条命后，我改名换姓，带着从地狱来的仇恨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今天是我和肖玉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。 肖玉早早的告诉我，一定要在这一天给我一个惊喜。然而预定的惊喜我没有看到，我却等来了一个惊天噩耗。那个女人，肖玉放在心尖尖上的白月光柳思思回来了。宋欣然，我们离婚吧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，我却等来了一纸离婚协议。眼前西装革履的肖玉。 依稀还是当初我爱的模样，可他脱口而出的话，句句在腐蚀我的心。理由了，就因为柳思思回来了，就因为那个去国外四五年不回来的女人，你竟然就要和我离婚？我不知道柳思思的名字对肖玉有这么大的刺激，他竟然打我，他一个巴掌打得我嘴角破了道口子。宋欣然，你别提他的名字。 你不配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我心已经疼痛到麻木。萧玉，你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的。说出去可笑，三年前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男人，今天就要毫不留情地将我扫地出门。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。患难时刻，我亲亲的闺蜜杨潇收留了我，因着萧玉的那一巴掌。 离婚协议没有签成，缓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在咖啡馆等来了肖玉。他面色阴滞，出口就在怪我：“宋欣然，你这贱人，思思和你无冤无仇，你竟然找人去毁她清白。反正说什么都百口难辩，我也懒得再和他计较。你认为是我就是吧，肖玉，我就当从前的你死了。” 不就是要和我离婚，好给你的白月光腾位置吗？离婚协议我签就是了。签好离婚协议，我想肖玉这下应该能放过我了吧？可我想错了，我低估了他的冷血。他敲晕了我，我迷迷糊糊中看到一群黑衣人带我上了一辆没有车牌的车，我们辗转了几个小时，最后在一处废弃的烂尾楼停了下来。 我是被一桶冰水泼醒的，睁眼就看到萧玉、宋欣然。你既然这么想毁掉思思的清白，那你就好好看着你的清白是怎么被毁的。我被扯掉了塞在嘴里防止叫喊的布条，萧玉紧紧掐着我的下巴，目光狠厉。那三年的时光都是假的吗？在演戏吗？衣服被一双双大手撕碎。 一群黑衣大汉尽情侮辱、蹂躏我的肉体，身体要碎了。身体上的疼痛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所遭受的一切，而萧玉就站在那，静静地看着，无动于衷。这具破碎的身体，让我快点死掉吧！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一轮比地狱还严酷的酷刑过后，一切还没结束。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只存在于肖玉相册的女人。一阵高跟鞋的声音由远及近，我看到柳思思摸着鲜亮的美甲，巧笑倩兮地依偎在肖玉身边。这画面刺得我眼睛生疼。肖玉，我讨厌别人长得像我。是了，我和柳思思的容貌有七八分相似。她软着声音和肖玉撒娇，哪里就像我了？ 那就毁了他这张脸，思思，这样就没有人能像你了。友友讨好的拿来了浓硫酸，柳思思抬起我的下巴，顶着这样一张脸，你个替身也配？啊啊！啊，好疼，好疼啊！浓硫酸泼在脸上，腐蚀的是皮肉，渗入的是骨头，死去的是宋欣然。我晕过去前想的都是自己终于解脱了。 死了真好啊，肖玉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和柳思思的。生命体征安全恢复上升，这女的还真是命大呀。我醒来后，感觉自己的脸上缠了一圈奇怪的纱布，脸上一直有奇怪的素痒。我想动手把纱布扯下来，一只手率先抓住了我。不想现在就毁容的话，就别乱动。 是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是谁救了我？我不应该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被萧玉派人凌辱，事后他将你扔在烂尾楼。我看你实在可怜，就把你带回了医院。萧玉竟然没杀我，我一定会让他为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后悔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那个男人笑了。 他摘下左手的手套，露出缺了一根的小拇指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后来几天的相处里，我终于知道了，男人名叫叶一帆，柳思思的某任备胎。四年前，他和柳思思是大学同班同学，他一直喜欢柳思思，柳思思却一直只拿他当备胎。在一次聚会中，柳思思为了讨富二代陆一川的欢心。 拿叶一帆做法子给他灌酒，一群人欺负叶一帆解压，最后不知是谁失了准头，弄断了叶一帆一根手指。就因为这根手指，叶一帆没能开车去接他妈妈，导致他妈妈出车祸去世。听完叶一帆的故事，我才知道他和柳思思的恩怨如此深。养病的这段时间，我不敢再回市里。 我的一张脸算是彻底毁了。我听从了叶一帆的建议，约了最好的专家做了整容手术。手术很成功，拆下纱布那一刻，镜子中完全是一张陌生美丽的脸，比之前还要完美十倍。肖玉，我的报复很快就要来了。一个月后，我化名为程清贤，再次回到了阔别不久的 S 市。 我和叶一帆约好，我来搞定肖玉，而柳思思则交给他。肖玉的精灵正面临上市，今晚就有一个盛大的招商晚会。为了这次晚会，我特意去商场采购了一番，置办了最新的行头，势必要在今晚大放光彩。当我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出现在晚会现场后，瞬间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。 枫桥文化的张总过来，色眯眯的和我敬酒。不知你是哪家的小姐，我竟然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。我笑着推他越挤越近的身体。哎呀，张总，人家早就有了心悦之人。我是为了京林集团的肖副总而来的。人群开始安静了下来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肖副总，是谁为了我而来？” 顺着说话的声音看去，柳思思正挽着萧玉，一对狗男女。萧副总，我调整好自己的面部表情，笑容满面的和萧玉打招呼。柳思思的眉头微不可见的皱了皱，拽着萧玉的手也收得更紧了。我拿出自己状态最好的一面，扭着小腰凑近萧玉。萧副总，你夫人可真爱吃醋。 我们肖副总不会还是个妻管严吧？以枫桥文化为首的张总等人率先笑出声来，大家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肖玉，看他如何化解这场危机。众目睽睽下，肖玉扯出了柳思思挽着自己胳膊的手，看到柳思思面目铁青，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爽字来形容。肖玉，你。 大庭广众被服了面子的柳思思，骨子里果然从来都不会委屈自己。她抹着眼泪跑出了宴会大厅，只留肖玉一个人被大家看笑话。肖玉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众人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刮过我们耳朵。我瞅准时机凑了上去：“肖副总，可否和我共舞一曲？” 一场尴尬被悄无声息的化解了，肖玉也不再对我满怀警戒。宴会结束后，肖玉提出送我回家，我摆手拒绝了。以我对肖玉的了解，越容易得到手的，越不会放在心上。果然，宴会结束后，肖玉叫住我：“小姐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呀，我摇下车窗，贴近他的脸颊。 呼吸打在他脸上，我是程清贤，叶一帆那边进展也很顺利。那天柳思思跑出去后，就邂逅了叶一帆。他喜欢了柳思思很多年，对柳思思的一切都可以算是了若指掌。多几次浪漫地邂逅，旧情复燃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我现下模样大变，萧玉暂时认不出我。 在我生死不明的一个月里，警察在 S 市郊区发现了一具女尸，尸体面目不详，无人认领，只是身形很像我。肖玉认领了身体，对外宣称了我的死亡。一个多月后，他和柳思思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我存在的痕迹被彻底抹杀了。我不知道肖玉许了我爸妈什么好处，这对卖女求荣的夫妇。 就真的遗忘了我的存在，从此是在无宋欣然。他毁去的何止我的清白，还有我在精林的心血。叶一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和叶一帆的默契，在这几个月的相处里，已经属于我一个眼神，他就懂我想说什么。引诱柳思思，然后拍到他出轨的证据。精灵现在即将面临上市，在这个节骨眼。 管事的副总如果出现丑闻，那绝对是对金林和萧玉的一大打击。既然你不念夫妻情分，萧玉，那你也就别怪我心狠。我联络了以前在萧宅做工的王妈，她老人家一向对我很好。在我表明身份后，她老人家就泪眼婆娑地拽着我的手不放。夫人，你没死，真的太好了。 自从柳小姐来了之后，我们这些老人就遭罪了。看来柳思思对王妈这些老佣人并不好。王妈，我握住她的手，也挤出了两滴眼泪。我给了王妈一包药，让她偷偷下在柳思思每天吃的饭里。当然，找人帮忙就得与人恩惠。我给了王妈三万块的现金，买通了她当我的内应。 这段时间，除了搜集柳思思出轨的证据和肖玉非法受贿的罪证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弄明白柳思思突然回国的原因，和肖玉为什么突然突然对我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。经过叶一帆的努力，柳思思还是露出了破绽。不过，柳思思也很是狡猾。 他警惕意识很强，叶一帆根本引诱不了他。我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个女人。六月十八就是肖老爷子的八十大寿。作为 S 市名号最响亮的人物，肖家在这一天满堂宾客齐聚，整个 S 市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，就连市长和政协委员都给面子的提了豪华红酒来给肖老爷子祝寿。 而我，宋欣然决定在这一天给萧玉送一份大礼。王妈的药柳思思已经连续喝了一周，这药没有毒，只是长时间服用会让人在特殊情景下产生幻觉。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也是为了让萧玉看看，柳思思她也不是非你萧玉不可。此计不为独身，只为独心。我说过的。 我一定会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这一天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早。我和叶一帆一同出席了这次宴会。我化了精致的妆容，一袭红裙，张扬又明媚。这次的风头无疑一次会是我。肖老爷子一把年纪了，人依然很精神。他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宾客，看到我，正愣了会。这位老爷子。 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仁慈，他没少在萧玉面前给我上眼药。我和萧玉刚结婚那会，他仗着自己是长辈，硬是逼着我辞去了精灵的工作。我陪萧玉一路打拼得来的百分之十五的股份，也被老爷子的耳边风逼着萧玉硬生生不花一分钱骗了过去。他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。 你吃我们萧家的，用我们萧家的，就得有免费吃喝的自觉。萧老爷子，好久不见呐。程清贤小姐，你竟然认识我爷爷？不怪萧玉惊讶，实在是任谁也想不到，一个对外自称海外留学归国的精英，竟然熟知他氏的一切大事小事。宾客到齐后，萧老爷子象征性的发表了一段讲话。 众人寒暄过后，开始动筷子，大口剁意。据柳思思吹嘘，这菜的食材很昂贵，全都是萧玉亲自去意大利选购的上等食材。碍于人多，我无法哼笑出声。叶一帆在众人寒暄的当口，偷偷给柳思思的酒里下了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迷药。这次的药剂是平时的三倍。 势必要让柳思思今天当众出丑。我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，目光搜寻到柳思思满脸泛红、脚步虚浮的朝卫生间去后，也放下脚步跟着她一起进去。是药效发挥了作用的缘故，她完全神志不清了。柳思思跌跌撞撞冲向男厕所，里面有人。我瞥到一角黄色的西装。 瞧着像枫桥文化的张总，柳思思，你就好好享受吧，我送你的大礼。接下来，我无视人一样返回了大厅，趁人不备，偷偷顺走了肖玉妹妹肖令的手机。肖令很快就发现手机不见了，是谁拿了我的手机？这位大小姐还是和从前一样的霸道。肖老爷子使劲使眼色。 肖令依然不管不顾地逮着人就搜身，眼看场面越来越混乱，我清了清嗓子：“肖小姐，你的手机既然大家都没拿的话，不妨到其他地方找找，说不定是你不小心落在了什么地方。”肖令又开始了全场找手机，最后在我和叶一帆的引导下，一群帮忙找手机的人走到了卫生间。啊！ 轻一点，我好痛，我好难受啊！这声音一听就知道里面是个什么状况。我掀起眼皮瞧肖玉，他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大家都散了吧，一群人围在这种地方成什么样子？可是里面好像有人在叫唤，听着很痛苦的样子。我们要不要报警？说话的是我的亲亲闺蜜杨潇。 我在心里为他点赞。惆怅的是，在大仇未报之前，我还不能和他相认。富光集团的李太太一向八卦，此刻八卦之魂也熊熊燃烧。肖玉，我听里面的人声音像思思的，赶紧把门打开看看，是不是思思出什么事了？早有好事的人想看热闹，尽管肖玉百般阻拦，门还是被挤开了。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，女人丰满的胸部一颤一颤的，脸色潮红，身下男人完全意识不清，两人紧紧纠缠在一起，画面一度很刺激，已经有人在拍照录视频了。啊，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肖令一声大喊，让陷入幻觉的柳思思清醒了六七分。 身下的男人还在抓着她不放，周围还有一群陌生的人在围观，以及怒目圆睁的萧玉。他惊得从男人身上滚下来，摔在地板上，一件衣服兜头盖到了柳思思身上，遮住了她白花花的肉体。萧玉抬起她的下巴，摩挲了好一会，忽然甩到了一边。思思，你真让我失望。 柳思思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一个女人看了也忍不住可怜几分。不是的，肖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那个男人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我以为他是你，贱人，你把我当做肖玉。黄色西装的男人九爷醒了，他正是枫桥文化的张总张浩，一个肖玉得罪不起的男人。 被戴了绿帽子，也只得咽下这口气。毕竟张浩上头有人罩着，我感觉心情大好。张浩狠狠扇了柳思思几个巴掌，围观的众人或嘲笑，或窃窃私语，就是没有人上前可怜柳思思。肖老爷子过来，看到这场闹剧，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闹剧是以肖老爷子紧急被送往医院停止的。 当晚，S 头条赫然是醒目的一行红字：“公公八十大寿，豪门媳妇却不顾廉耻和人苟合，京林集团会如何处理这次危机？”报纸的封面上，肖玉黑着一张脸，掐柳思思的下巴，模样怪渗人。这件事一经爆出，京林集团股票一夜跌落谷底，上门闹事的人层出不穷。 作为公众人物的肖玉被记者围追堵截，他为了甩开记者，车子狂飙到幺二零迈，于当天上午发生车祸，撞伤一人。得到消息的肖老爷子气急吐血，隔天中午，S 医院放出风声，肖老爷子紧急心脏病突发，没抢救过来，离世了。肖家元气大伤。 精林集团即将上市的产品已经被市场预估严重贬值，痛吗，肖玉？可我当初承受的痛苦，你们才尝到一点点，还远远不够了。经过叶一帆暗中调查，我终于得知了柳思思突然回国的原因。柳思思之所以回国，是因为她一直傍着的富二代陆一川接受了父母的安排。 订婚了，没有了人包养，国外的消费柳思思根本承担不起。缺钱的时候，他想起了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肖玉，他编了一套谎话骗了肖玉，成功唤起了肖玉的同情心，然后就有了我的被迫离婚。肖玉找人轮奸，我被迫硫酸毁容，一切的一切都得拜柳思思所赐。 精灵集团元气大伤，公司内部开始重新整顿。董事会一致决定停了肖玉的副总职位。我拿着一纸重金求得的简历，以程清贤的身份强势入了精灵集团。又一次看到我，肖玉还是很震惊。程清贤，你怎么会来精灵？怎么，精灵这么大一公司，不是最讲求高端人才的吗？ 我笑笑，打开我早就准备好的 PPT。现在精灵负面影响太重，短短五天不到的时间，公司已经损失了五千万。而我的这份策划书可以拯救精灵，甚至可以让公司起死回生。在我阐述完我的项目计划后，一群老古董开始窃窃私语。喧嚣过后，身居高位的和董事长发话了。 程小姐的策划果然高明，这个项目对目前的精林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。经过董事会一致决定，肖玉的副总裁之位就有程小姐暂代。众人开始鼓掌。我只看向肖玉，你不祝贺我吗？肖玉脸色那叫一个臭，可是现在他也只敢用脸骂骂人，谅他也不敢怎么样。 我开始吊着肖玉，势必要做一朵温柔的结语花。他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但是我曾经也和他同床共枕过，温水煮青蛙般温柔的环境下，不怕他不沦陷。我正式成了精灵的一份子后，成立了项目策划小组，带领着一帮组员们每天起早贪黑。 终于耗时半个多月，研究出了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，敲定良辰吉日，产品发布，果然不出意料的受到了一致好评。庆功宴上，许多人来敬我酒，全都被我一一推拒了。大家 K 歌的时候，肖玉也凑到我身边，他面目憔悴，眼下一大片青黑色，胡子拉碴。 看来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好，程清贤，你好像我一个故人。我摇晃的酒杯放了下来，眼神弯成一把钩子。哦，不知道我像你的哪位故人了？他在试探我，你像极了我的前妻，她叫宋欣然。酒杯里的酒被我一饮而尽，我把酒气打着圈喷在他脸上。我不认识什么宋欣然。 不过你要愿意，我可以陪你一夜风流。咣当，酒杯摔碎了。我看到了一脸恨意的柳思思，她站在酒吧门口，过来就要扇我巴掌。我握住了她的手腕。这位小姐，刚刚那杯酒是 Moscow，价值三十五万人民币，你记得赔他。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 柳思思哇一声哭了，酒吧里的人都来看泼妇打滚。我不知道现在的肖玉在看过柳思思当众和人苟且，对柳思思还有多少感情？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敢勾引我老公，我要打烂你的脸！柳思思抹了把泪，又开始气冲冲的想要撕扯我。我皱紧眉头。好啊，柳思思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 地狱无门，你闯进来！柳小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自己就是小三上位吧？怎么敢舔着脸冲我叫嚣？人群开始炸锅，萧玉竟然还能忍着和柳思思不离婚。呵呵，这两个人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柳思思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赶紧给我回家！萧玉拽起柳思思，把她往人群外围拉。 侮辱了我，想这么不声不响的就离开，做梦！听说刘小姐大学是学舞蹈专业的，今天既然来了，这儿又有现成的场子，不如给我们跳一曲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很多人早就看不惯柳思思了。我话一出口，立刻就得到了一片附和。怎么不跳？该不会你这大学校花的名头是假的吧？ 我就是在刺激他，事实证明，人是经不起激的，跳就跳，谁怕谁呀、啊！柳思思扭着小腰上台，妩媚的在台上扭来扭去，媚眼如丝的样子，让在场的男性无一不热血沸腾。但作为男人，谁会喜欢自己的老婆在外抛头露面？柳思思，够了，你赶紧给我滚下来！ 萧玉坐不住了。萧老爷子的八十大寿，柳思思就已经让他颜面扫地了一次。若不是怕被议论，他当场就想和柳思思脱离夫妻关系。能忍到今天，也全是利益在驱使。我看笑话一样看他们，离婚吧，柳思思，我们萧家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媳妇。此话一出，柳思思傻了一样。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，差点崴到脚。你敢？你敢和我离婚，肖玉，我就将你做的丑事全都抖出来。嗨嗨，这对狗男女的感情纠葛，我是一点也不想牵涉，且让他们去狗咬狗吧。何董，我今天酒喝多了，我想先行一步。我和何董打过招呼，悄悄地离开了酒吧这个修罗场。 几天后，金林集团前副总肖玉和柳思思离婚的消息就被各大媒体转载，一时成了那事最火爆的八卦。而柳思思这个时候还没忘记报复我，他找了一群混混，在我下班时把我堵在了停车场。贱人，肖玉和我离婚是不是你挑唆的？他仗着人多势众，竟然想对我不轨。 柳思思远不如她表面表现出来的柔弱，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妇。你们给我好好打她，弄坏一条胳膊一条腿，我给你们加酬劳。一群人开始向我逼近，我冷哼一声，看向他收买来用来对付我的混混们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钱，撒向天空。你们给我把这个女人做了，这些钱就都是你们的。 我一边不急不慢地说着，一边从口袋里取出更多的钱撒向天空。不够还有，只要让我满意了，多少钱我都掏得起。有几个混混明显已经心动了，开始互相对视一眼。他们一齐将目光投向站在柳思思身边的混混头子身上。大哥，怎么办？我微微一笑，又添一把火。 你们可想清楚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柳思思开始慌了。你们，你们可想清楚了？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可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我掏出一张支票，填了六十万，递给领头的混混。这个女人就是个欺负而已，没有靠山，做隐秘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领头的混混接了我的支票。 身后传来柳思思的惨叫声。等我再回头，他已经晕了过去。好，很好，我承受过的痛苦，你也要加倍偿还。现在轮到肖玉了呢。叶一帆有那天肖玉找人回我清白的视频证据。那天他偷偷录了视频，没想到有一天很快能派上用场。他答应将视频证据给我。 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得留柳思思一条性命。他要亲自处理柳思思，我答应了他。拿着他给我的视频证据，我又一次的去见了肖玉。我要他拿精灵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以及现金一亿五千万和 S 市区的两套房子来换。肖玉的脸色简直是精彩。宋欣然，你真的是个祸害啊！ 都那样了还没死，我懒得再和他周旋。肖玉，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，进监狱和答应我的条件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是死性不改。宋欣然，你别想威胁我。你那天是怎么呻吟的？要不要我放给你听听？我掏出兜里的录音笔，在他面前晃悠。哦。 你刚刚说的话正好可以作为呈堂证据了。萧玉嚣张的气焰完全的熄灭了，他嘴唇抖动，开始乞求我：“宋欣然，我求你，我答应你第二个条件。”现在怂了，呵呵，可是晚了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张纸，现在再谈，可就是新的条件了。你赔偿我资金两个亿，房产四套。 再加精灵百分之四十的股份，不然我就将你做的丑事全都抖给媒体。他咬紧了后槽牙，半天才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哼哼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签完合同，我在咖啡馆里坐等他将说好的现金打入我的银行卡。至于理由嘛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赊账。一个小时之内，两亿现金打不到我的卡上。 S, S 市的媒体就都会知道你做的丑事，我会亲自送你进去。尽管肖玉内心恨不得将我大卸八块，但是我现在掌握他犯罪的证据，他只能乖乖去筹钱。一个小时后，看着到账的两亿资金，我笑了。就这些就想买我收手？做梦！从咖啡馆出来后，我去找了枫桥文化的张浩。 他这个人表面做派很花花公子，脑门上仿佛刻了“不务正业”四个大字。可我清楚，他远远不是他表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么简单。枫桥文化野心大着了。坐在露天的花园里，感觉环境安全，我这才笑盈盈的开口：“张总，我们谈个合作。”张浩放下酒杯，又想对我动手动脚。 我推开他。我这次的合作是关精灵，我有精灵最新的产品信息，我可以把产品信息给你，可以助你们打一次大胜仗。哦，张浩警惕心果然重。那你这么做的目的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又一次的想起那场让我生不如死的噩梦，目光里都是浓烈的恨意。就凭我是宋欣然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 和谈很是顺利，萧玉这次必死，而精灵有我的心血，既然挽救不了一个腐朽的精灵，那我不介意给他第二次生命。已经和萧玉撕破脸了，我的伪装就没有了意义。我去见了杨潇，他看到我先是惊讶，不敢相信，后来在我证明了自己身份后，只抱着我一味的哭泣。他真的以为我死了。 我安慰了他好久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没有时间伤春悲秋。潇潇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让你爸爸撤掉对精灵上市产品的赞助，当然撤资必然会有损失，还有相关的违约赔偿金，这些我都有考虑。你告诉伯父，不用担心损失，只要你们把投资精灵的钱投给枫桥。 我保证你们赚得盆满钵满，零二枫桥的产品一定会碾压精灵，肖玉会破产，而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杨潇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了他的老爸，投资精灵产品的资金被撤掉了。其他小公司看到杨氏集团撤资了，也预感大事不妙，纷纷撤资。精灵成了汪洋里的一叶孤帆。 预定上市的日子，精灵拼尽公司财力推出的产品没人买单，反倒是枫桥推出了和精灵类似又在功能上胜了两倍的产品，新老客户全都涌向了枫桥。枫桥的产品未经预售就被一抢而空，我们赢得很彻底，精灵则元气大伤。由于制作产品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多。 公司已经入不敷出，即将面临破产清算。肖玉魂不守舍地来找我，这次又是你吧？宋欣然，你果然狠毒！我不为所动，这是打开门准备送客。你找人毁我清白，泼我硫酸，毁我容的时候，你不狠毒吗？男人果然是恶心又双标的生物。 我在看着这张曾经和我同床共枕过的脸，心里就直犯恶心。我现在对他除了恶心，就是浓烈的恨意。我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啃他的心，喝他的血，地狱里十八般酷刑挨个给他用一遍。狠毒吗？还有更狠毒的了。我还是打电话报了警。我承认，我迈不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。 警察将他带走的时候，他终于好像意识到了后悔。欣然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早干嘛去了？现在说这个，把嘴闭上！我不想听你画饼。诡计多端的贱男人，金林被破产清算了。我托了关系盘下了金林，改名为程曦，寓意承载希望，世世代代。肖玉犯的罪太大。 我提交了证据后，问过李律师，他告诉我十年以上是跑不掉的，他可以帮我争取最高刑。我很欣慰，答应李律师这场官司只要能打赢，我许他七十万的报酬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古人诚不欺我。一审结果下来了，肖玉因故意伤人罪、绑架罪、非法拘禁和意图杀人毁尸数罪并罚。 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并不是很满意。但是肖玉进去了，我还是很高兴。杨潇提议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我买通了里面的狱警，保证不会让他在里面有好日子过。小女孩心态，我无奈摇头。你和他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干嘛这么做？杨潇不高兴了。 他用手推我，因为你这个傻子，因为他遭了很多罪，我不得替你教训教训他。那我真的是感谢你了，小祖宗。伤害我的人里，如今安然无恙的就只剩柳思思。我去看他，他在那天被小混混带走回来后就丢了魂，整个人目光呆滞，有时还会痴痴的笑。叶一帆说他疯了。 那你怎么不把他送精神病院？叶一帆摇摇头。到饭点了，我要给他喂饭。他端出了一个狗盆样的碗，里面盛的饭看起来都馊了。这饭真的能入口吗？他走过去，把盆放到柳思思脚下，吃你的食了。柳思思嘻嘻笑着，像条狗一样爬到地上，也不用筷子。 抓起盆里的食物就开始狼吞虎咽，瞧着怪可怜巴拉的。你就这么对他？饭进的差不多了，柳思思躺在地上打滚，叶一帆揪起他的头发，遛狗一样拽着他在地上蹭来蹭去。思思，接下来该去狗窝睡觉觉了。我亲眼看到柳思思被推到了狗窝里，那座狗窝里。 里面还有一条身形庞大的大狼狗，不一会儿，里面就传来了女人的惨叫。叶一帆比我还狠毒，不过看到柳思思遭罪，我很痛快。因果报应，做的孽都是要还的。肖玉进监狱里不到一周，就受不了侮辱，死在了里面。他爸妈去世的早，没人给他收尸，最后警察打来电话。 还是我这个前妻去认领的尸体，他尸体薄薄的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瘦的都脱了相。他这是活该，死了也是应该。欣然你，你千万不要可怜他，我可怜他，好大的笑话！我把肖玉的尸体火化了，撒在了市区的海里。如果有来生，希望他投个畜生胎，生生世世不入轮回。 撒完骨灰的那天，天空湛蓝，有彩虹挂在天空。我好久没看到这么美的景了。一切随着萧玉的死亡，柳丝丝的发疯都结束了，我也能放过自己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天空飞过一群白鸽，展着翅膀，洁白锃亮。有一只甚至落到了我肩膀上，过了好久才展翅飞走。 我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，我给杨潇去了微信，今晚一起吃火锅。宋欣然终于活过来了。